赞美主，你们这周开心吗？有多少人这周非常开心？有多少人这周比较难过？你们非常的属灵，我这周是双倍的喜乐，因为在 UAAP 冠军赛中，神奇妙的参与其中。如果你想看看神在篮球场上是什么样子，我建议你们看看回放。最后5分钟就是个神迹，哈利路亚，赞美神！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信息的信息和金钱有关。现在，请诚实的回答我，在你们坐下之前回答：有多少人想要变得有钱，请举手。那些本来就有富有的人已经举起了手，举高点。有多少人想要变得富有？因为我想找出谁是不正常的人，不想变得富有，所以你们所有人都想变得富有，是不是？很好，赞美神。你们知道吗？在这个系列，我们教导你们所有，不是所有的，只是关于金钱的基本神学观念。所以今天我会从神学上探讨，金钱是好的还是邪恶的？可以储蓄吗？可以投资吗？好让你们可以学习。然后在接下来几周，我们讲员会讲我该如何摆脱债务。我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金钱？我们要教导你们如何处理金钱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遇到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钱的问题。钱是好的还是邪恶的呢？好的，主耶稣，我今天只想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中学习如何处理金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祷告，请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神，你爱我们。爱这个国家，你有美好的计划，但你要让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在祷告上给其他人做榜样，好让他们认识你。求你引导我，引导我们所有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神祝福你们。好的，这也许会让你惊讶，也许不会，看情况，因为事实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多的经文。听着，圣经中讲到金钱的经文，比关于祷告、关于信心的经文，比关于天堂和地狱的经文加在一起还要多。你们意识到没有？你们是否知道，耶稣讲金钱比其他主题都要多？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神关心钱的事儿，他关心你如何和金钱打交道。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句，摘自理查德·哈尔弗森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各位，我们一起看看他说了什么。我们一起读：金钱是衡量一个人真实性格的准确指标。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整本圣经中，一个人的性格发展与他如何处理金钱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金钱是温度计和恒温计，是温度计。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灵性属灵的吗？好的，你如何处理金钱的？有人曾说过，让我看看你的支票本，我会告诉你你的属灵状况。让我看看你的支票本。你们知道吗？耶稣教导的也是同样的内容。如果你去研究耶稣的故事，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让你们知道，你如何处理金钱的方式就暴露了你的心。我们从这个人开始。多年以前，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了不起的税吏，他非常有钱，他是这一地区收税的长官。人们不喜欢他，宗教人士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是个骗子，只考虑自己的叛徒，为罗马政府收税。但他非常富有，然后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当他遇见耶稣，他的生命就被震动，因为耶稣这个人很矮，对吗？他跑到前面，爬到树上，耶稣看着他，他大受震惊。耶稣说：“撒该。”耶稣知道他的名字，撒该，下来，我今晚要跟你们一起吃饭。
哦吼，所有人都很震惊，为什么耶稣会和税吏说话？在和税吏相遇之后，税吏的生命发生了变化。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这是这个税吏所做的。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请注意，你处理钱的方式反映了你的心意。这个人改变了，不再是个骗子。他现在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的政府人员这么做会怎样吗？你们期待他们会这么做是吗？这个国家会非常富有，但我们不是要谴责所有的政府人员，我们不知道。我们来读下一节经文，各位一起读。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哇哦！耶稣将救恩的果子与真正得救证据联系在一起。他说：“救恩来了，为什么？证据是什么？就是你怎么处理金钱的。处理金钱不会把你带到天堂。然而，当你真的在过往天堂的路上，你对金钱的看法会不一样。另一个故事是青年财主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富有。但这个年轻人的问题，他被宗教领袖所喜爱，他是个好人，这个人遵守圣经的话，这个人也许会每周日或每个安息日都去教会，所以这个人很好，和税吏相比，这个人就是个圣人。然后他遇见了耶稣。马可、马太还是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这个人。事实上，马可说耶稣爱他。哇哦！但这个人有个问题，他看不见。你们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吗？他问耶稣：“主啊，10条诫命我都遵守了，我可以去天堂了吗？”耶稣是一个好老师。这个人为自己守律法而感到非常骄傲，所以所有的律法我都遵守了。耶稣说：“好的。”耶稣要教导这个人他灵魂的真实状况，所以他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注意，对撒该，耶稣并没有说变卖所有的，因为耶稣知道撒该的心不再是被金钱所充满，但耶稣知道这个人的心，所以他说变卖一切的跟从我。问题是什么呢？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这是圣经中最令人难过的经文之一。他遇见了耶稣，但他带着忧愁离开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人非常富有。圣经告诉我们，金钱成了他的神。你可以想象吗？所以，金钱是好的还是邪恶的呢？看情况。对于一些人来说，金钱会拦阻你进入天堂。我见过很多人被神更新改变，他们过去是走私的。涉足很多不好的生意，但当神触碰他们的生命，他们就改变了。所以，金钱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邪恶的，取决你怎么处理它。难怪有一节经文奖励性的经文，现在你们可以开始明白为什么 CCF 就是个神迹，因为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在经济上蒙受祝福，但你们要知道，你们能来到耶稣面前就是个神迹。为什么？看下一节经文。当这个年轻人离开的时候，他很难过。但你们知道吗？门徒们很震惊，因为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什么要容易？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耶稣讲出了现实状况：传福音给顶尖的商人是很难的，
因为金钱是他们的神。然后门徒说，这样谁能进天堂，谁能得救呢？看，当门徒听到的时候，他们很震惊，这样谁能得救呢？谁能进天堂呢？各位，这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大家一起读。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阿门。这没什么关系，你们很多人都被神的恩典所触及，因此我告诉人，CCF 是人们可以看得见的神迹。也许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记录在 CCF 发生的神迹，看神怎么改变你们很多人的生命的。为什么？因为是神的恩典。现在耶稣今天想让你学习一些事，我称之为金钱神学。你们预备好学习金钱神学了吗？我想让你们学习三个简单的真理，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你们预备好了吗？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智慧的选择。各位和我一起说，智慧的选择。现在记住，在金钱上要有智慧，好吗？金钱既不是好的，也不是邪恶的，而是中性的。但你要学会有智慧的选择。在我们刚读过的故事里面，耶稣给他们三个选择。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吗？做智慧的选择，他讲到两种保障：选择你想要的那种宝藏；第二，两种立场和观点，选择你的立场；第三，耶稣讲了两种主人，都是两种。生命在于选择。在最后，你要做选择，你想让他做智慧人。我们开始，两种保障是什么意思呢？好的，我们一起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看看这个命令，这是现在否定命令时，意思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如果你读这一节，你会想，神是反对财宝吗？神不喜欢富人吗？不要立马跳到结论上，看圣经怎么说。金钱的神学是什么呢？在这里，这个命令非常清楚，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什么样的宝藏呢？注意他说的，第一，虫子会咬坏的；第二，生锈这个词是源自希腊文 brosis。有东西会吃掉它的意思。第三，会被偷。他在说什么呢？耶稣是位好老师，他在讲财富。在他那个时代，人们是怎么展示财富的？他们是怎么展示的呢？衣服。现在最贵的衣服是什么？我咨询了我的专家。现在最贵的衣服是什么？什么牌子？什么品牌？爱马仕。好的。还有吗？Gucci。好的。还有呢，你们可以看看到 CACF 有很时尚的人。我的话就很简单，但事实是，他们是以这样的方式展示财富的。人们低估了做一件衣服的难度。在耶稣的时代，没有纺织机，一切都是手织的。从棉花开始，他们把纺成线，从纱线，你要编着它们，明白吗？所以是很难的。他们是怎么展现财富呢？他们的衣服，耶稣说，衣服虫子会咬的。还有呢，他们怎么展现财富？他们的仓房有很多的玉米，很多麦子。耶稣说，玉米和麦子，这会被老鼠、被昆虫吃掉的。那金子和银子呢？银子和金子会被偷，所以耶稣说：“听着，这是金钱神学的第一点。你们要知道，神并不是反对金钱或财产，但他想让你选择你的财产是什么。渴望富有并不是错，是神所赐予的；渴望宝藏也不是错。耶稣在说什么呢？好的，让我们看看，一起读。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这里是个命令，你们意识到没有？
积攒财宝是一个命令，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呀！为自己积攒财宝，所以神并不是反对财宝，神想让你们有真的财宝。现在有个问题，我怎么拥有真财宝？要有耐心，我会讲，但现在命令是要为自己积攒财宝，你要为自己积攒财宝，想要积攒什么财宝呢？没什么错，什么样的财宝呢？是不朽坏的财宝。你们看，神是如此的爱你们，他不想你们浪费生命在完全无意义的事情上。因为在你生命的最后，你不能带着钱和你一起离开，所以神说：“我想让你们成为真正的富有，富有没有什么错。”然后他告诉你们，为什么这点是如此重要？为什么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温度计和恒温计，我是什么意思呢？人们通常说：“好吧。”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决定你的财宝在哪里。是的。但也不全对，这节经文不只是这个意思。这节经文不只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就往哪里投资。是的，这部分正确，但是这节经文也在说，你在什么地方努力，你的财宝和你的心也会跟着来。换句话说，我有五个特别好的孩子，为我的妻子赞美神，他教导他们所有人要珍惜彼此，为彼此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因为这样，当你向彼此投资时间和精力，是彼此帮助时，你们就开始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的好孩子们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彼此相爱，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在彼此身上。你的财宝在哪里？比如说，你慷慨的支持 CCF 宣教施工。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把钱投入到 CCF 宣教施工，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那里将会有你的钱。你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CCF 也投资了很多钱在援助施工之上。我们很多人奉献，因为台风，我们在 Bicol 地区建房子，因为我们在那里投资。我们想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你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CCF 投入了很多钱，帮助阿富汗的基督徒离开阿富汗。是的，你可以鼓掌赞美神。你们知道吗？我们支持一个团队，包了一架飞机，包给那些爱神的人。他们是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他们要进到阿富汗和塔利班协商，允许基督徒离开，但这要花很多钱。想想要包一架飞机的花费，但我为 CCF 赞美神，董事会一致同意拨款。你们是否知道 CCF 帮助乌克兰的信徒、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乌克兰？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神拥有这一切，因为我们在那里投资。我们想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今天我对你们所有人的问题是：你的钱去了哪里？耶稣在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们知道这个真理在多年前就变得十分真实。当有人听到，不是从 CF 听见，有人听说。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施工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彼得，你愿意给我机会来支持你吗？”我说：“你为什么想资助我？”然后他引用了这节经文。他说：“我了解你的施工，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想投资在你身上，这样我的心也在施工上。”我说：“兄弟。”感谢你，但神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不需要你的资助，他甚至不是 CCF 的人，但我为这位兄弟感谢神。他知道金钱是属于主的，所以我的朋友们，原则是财宝没什么不好，神要你积攒财宝。那什么是错的呢？错的是贪财，是万恶之根。
当你开始爱金钱胜过爱神，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见过很多人，神祝福他们，但之后他们的心就爱上了金钱。这有可能吗？是的，有可能。你们看，物质主义、贪婪、贪心是最危险的罪之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比如说圣经里的迪马，他曾是服侍神的，但最后因为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去了。迪马，他曾和使徒保罗一起服侍，他爱上了金钱，就像犹大爱上了金钱。朋友们，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不要爱上金钱，钱不是坏的，钱是中性的。你可以使用金钱祝福人，但不能让钱成为你第一爱的东西，因为这个罪是很微妙、很危险的。有人曾来找我，我听过很多忏悔、赞美神。在 CCF，我们是非常透明的。我听过很多我辅导的男士、我妻子辅导的女士的忏悔，我听过很多人承认犯了奸淫、杀人、偷窃的罪，但你们知道吗？我很少听到有人说，彼得，我犯了贪心的罪，我是贪婪的，我是贪心的，我是物质主义者。很少听到有基督徒承认犯了这个罪，是不是？你问问自己，你贪心吗？你爱物质吗？你们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呢？现在不用举手好吗？我的重点是，这是个很微妙的罪，贪心、贪婪。圣经说，贪婪就像是拜偶像的，所以它是错误的。如果你爱钱，你变得贪心，钱没有什么错。你神想让你们存钱，你们知道这一点吗？看看今天会学到金钱神学，圣经是非常清楚的。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想想神说我想让你们学点东西，去看看蚂蚁，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做智慧的选择。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想要存钱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在沟通，你们可以明白吗？事实上，不要懒惰，看看蚂蚁，不要懒惰，努力工作，看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所以要提前想，没事的，存钱是可以的，没问题。事实上，圣经如此强调，你们是要负责任。你们知道，金钱是好的，可以用来祝福你的家庭。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人，尤其是不看顾自己一家的人，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坏。能想象，如果你甚至不能供应你自己的家庭，而你不停地讲了耶稣，神说有些事情不对劲儿，你给基督带来了羞辱。所以你们要明白，金钱的神学，金钱是被神使用的工具，来供应需要、祝福人，但它也可以被撒旦用来蒙蔽你。看，这就是问题，不只是富人或是穷人，而是所有的人。都被激励要做一些事。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换句话说，圣经教导以弗所的教会，你们有些是真强盗的，不要再偷了，而要去工作。所以工作很重要，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神想让你使用你的钱，供应其他人的需要。记住，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只想到自己。如果神祝福你，你就想我该怎么帮助他人。因此，我赞美神。你们很多人都参加门训小组，对吧？有很多人参加小组了，请举手。参加小组的人，请举手，举高点。要知道，你们那些没有举手的人，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第一，神命令我们要聚会。你们要参加小组。第二，不要太骄傲地说你不需要他人，不要太傲慢地认为你不想帮助他人。只有在小组，
你才可以看到他人的需要，就像 CCF 一样，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知道你们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在这里有几千人，但我们怎么能照顾到这么多人呢？因为当有人有问题的那一刻，小组长会知道，小组长们会聚会，然后他们会告诉区牧，然后他们的区牧会报告给我们。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相互关怀的系统啊！金钱是很重要的，它被用来祝福他人，但你们必须有这种心态才行。那富人呢？神今天有没有告诉富人，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呢？你们想知道吗？我会告诉你们，神对富人的命令。各位一起读，你要嘱咐，这是个命令。提摩太，你要嘱咐那些今生富足的人，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神。各位一起读，声音大点。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声音再大点，给我们享受的神，你们有没有意识到神在我们这一边？你们有没有意识到神想让你们享受？你们是否相信神已经祝福了我们，享受在他的祝福里，并不是罪，是不是？好的，转向你身边人，告诉身边的人，哈利路亚，享受不是罪。声音大点儿。我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明白关于钱的神学问题。你们要怎么处理你们的钱？只是用来享受吗？不是的，他不是这么说的。祝福他们，第一，如果你想把地上的财宝变成天上的财宝，这是你一定要做的。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攒财宝，你们知道，我真的为你们很多人感谢神。我听到你们很多人都暗中给予不同的人，我知道有人热情好客。当我们收到汇报，我们谈论说，这个人非常忠心，他要的不是钱，那我们怎么帮助这个人呢？你们相信吗？甚至在教会开始行动之前，小组长已经找到帮助这个人的方法了。因为我们明白，金钱不只是为了我们，而是要祝福他人。听我说，当你祝福他人时，当你祝福他人时，你就在天上积攒财宝。赞美神，要有这样的心态。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你们有多少人听过圣经的这个英文版本？威廉·丁道尔，丁道尔，你们听过丁道尔吗？好的，丁道尔是个属神的人，在16世纪早期，他被神感动，要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你们要知道，超过1000年的时间，人们读的圣经只有拉丁文。英国人不懂拉丁文，但这个人说，那我们怎么栽培门徒？人们怎么在属灵上长进？如果没有一本圣经是他们可以明白的话，然后这触犯了律法，教皇发了一条律令，不能把圣经翻译成日常用的语言，不能让普通人读圣经，这是犯罪。但因为丁道爱主，他明白圣经的重要性。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圣经直接从希腊文译成英文，从希伯来文译成英文，但也因此最终他被捕，并且殉道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犯罪。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属于离经叛道。如果你研究历史，人们怎么误解圣经的，这会让你很难过。你们知道吗？多年以前，有些基督徒立下了贫穷的誓言，
你要做穷人，那样神就会祝福你。这都是很疯狂的神学观点。但你看历史，他们发誓要做穷人。你们知不知道，贫穷并非属灵的美德？同样的，不要认为你有钱就有属灵的美德，不，这跟心有关。总之，长话短说，丁道尔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但在他被他们吊死之前，他大声的祷告。你们知道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主听见了这个祷告，他说：“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他祷告说：“求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你们知道吗？在他死了2年之后，因为他被吊死了，他们烧了他的身体。2年后，英格兰的国王颁布了一条法令，每个英国教会都要有英文圣经。感谢神，这是发生在2年之后。70年之后，有一个国王名叫 James，詹姆斯国王授权要改善英语圣经，也就是现在称为英王钦定本。在大约450年间，KJV 都是最受欢迎的英文译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个叫丁道尔的人。但你们看，大多数人知道这个故事，但并不知道丁道尔是怎么做的。他需要经济资助，他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感谢神，有一个叫汉弗莱的纺织业商人。汉弗莱·蒙莫斯是丁道的经济赞助人。没有汉弗莱·蒙莫斯，圣经不会被翻译。但今天很多人没有听过汉弗莱·蒙莫斯，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汉弗莱·蒙莫斯绝对会被神纪念。有一天，当汉弗莱·蒙莫斯进入天堂时，他会震惊于他所投入的金钱，而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你们知道吗？他在1年以后也殉道了，因为他们发现他资助了圣经的翻译，是因为他借用自己的商船以及他事业上的便利，向全英格兰运送圣经。但你们知道吗？我向你们保证，当汉弗莱·蒙莫斯进入天堂，你们知道谁会站起来迎接他吗？我肯定天使甚至耶稣也会站起来给他鼓掌。耶稣会说：“做得好，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看，就是这样把地上的产业转变成天上的财宝的，这是很重要的。2种观点，对吗？神说你要有智慧的选择，你想要地上的财宝，还是你的答案是什么？是用你地上的财宝让它变成天上的财宝。第二点，如何有智慧的选择呢？那2种观点呢？2种观点是什么意思呢？来，我们来读圣经。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个类比就是我们的眼睛就像窗户，从那里有光进来。我想让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如果你在黑暗的房间里走动，会发生什么事？你会摔倒吗？你会半跌吗？好的，如果我开灯了，但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呢？即使我开灯了，但如果你的眼睛仍然是黑的呢，你仍然会绊住。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见。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因为没有光进来，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因此，我想让你们学习这样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的眼睛不只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的。我们一起来读：我祷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喜欢这个祷告，愿你们心里的眼睛被照明。你们知道"照明"的希腊文是哪个词吗？"照片"就是从这个词来的。
就是光，使你被照明，使你能看见。我意识到我不能强迫人睁开他们的眼睛看见关于耶稣的真理，我需要为他们祷告。你看，金钱的神学观告诉你，金钱是中性的，钱可以是祝福，神要你们有智慧的使用你们的钱。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你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金钱观。在人的眼睛被打开之前，他都会爱钱，他不会去积攒天上的财宝。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对有些人来说，那都是胡言乱语。看看今天年轻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都不在乎未来，他们也不想死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因为他们眼睛没有被打开。因此我喜欢耶稣所说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给了一个关于观点的警告，他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神在说，睁开眼睛，你生命的成功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他说要谨慎自守，我喜欢谨慎这个词，因为谨慎是现在命令时，是个命令，要一直谨慎。谨慎的词根是清楚，睁开你的眼睛，你要看清楚，要一直小心谨慎，不要只是一个月谨慎一次。谨慎是现在时，要每一天都谨慎，你的心要谨慎，不要变成物质主义者。然后下一个词是自守。自守这个词的词根也是讲你的眼睛要睁开，一切都和你的视角有关。为什么要守护什么东西的话，你要睁开眼睛，要警醒。神说你们要选择你们的视角，要自守，要谨慎。为什么？因为你的金钱观是很关键的。如果你的金钱观不对的话，你会有不合宜的行为。所以他讲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一个关于财主的故事。如果你继续读圣经，他现在讲了这个奇妙的比喻，他讲了一个成功的农夫，他是如此的成功，必须要扩大规模，这没什么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他非常富有，他扩大了他的仓房，里面有很多的米，有很多的麦子和玉米，他是如此的富有。然后他说哇，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诚实的回答，这个人是不是很成功？只有两个人认为他是成功的。这个人成功了吗？当然了，这不是你们的梦想吗？很多人已经这么奢望了。彼得，我真的很期待我退休的那一天，是不是？因此你们非常努力的工作，因为你们想吃想喝想退休。你们会在哪里退休？长滩岛。你们在长滩岛的时候记得邀请我。但重点是，生命是那样的吗？不是的。为什么？视角的问题。你看，金钱不只是为了你个人的享受，神给你钱是为了你多行善事，祝福他人。钱没有什么不好，成功没什么不好。你注意到这个人了吗？他并没有用他的钱去犯奸淫，他没有用钱去赌场，他没有用钱去资助政治家，这人还不错。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是他的问题。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你们看金钱的神学观，神说不要做无知的人。从中你可以学到关于金钱什么功课呢？当你死的时候你什么也带不走。有多少人真诚的相信当你死后你会撇下你的钱？请举手。有多少人相信你能带着钱一起走的？你相信你死后也会带上你的钱的？
有多少人这么相信的呢？有一个妻子，她丈夫对她说：“在我死后，我要你把我所有的钱放在我的口袋里，放在我的棺材里。”然后这个人死了，他爱钱。然后每个人都问他的妻子：“你有遵守他的遗嘱吗？”他立了一个遗嘱，把我所有的钱放在棺材里面。这个妻子回答说：“当然了，当然了，你知道怎么做的呢？我给他写了一张支票。朋友们，这次新冠疫情告诉我，你们不能带上钱离开。而圣经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们是否知道，你们不能保证下个周日你还会在这里。金钱的神学告诉我，生命是不确定的，这就是金钱的神学。你不能带着钱离开，但你可以在神面前是富足的。圣经说，不要做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就是只想到短期的，但这样的人不会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因为他们的眼睛是瞎的。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年轻人不断的违背父母，一直做他们想做的事，因为在他们心里这些事是没有后果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眼睛瞎了。因此，我的祷告就是为人祷告。你们知道我的祷告是什么吗？主啊，开他们的眼睛，主啊，开他女生的眼睛。一旦神对你的眼睛做工，你的眼睛打开就看见了，嘣，你的生命就会改变。我可以请你们听我们一位成员的见证吗？他叫 James Marty，他会告诉我们神是怎样开他的眼睛的。好，James，我们来，欢迎 James。朋友们、女士们，早上好。在1983年，我的前女友，也是我现在的妻子，Marlene，马蒂医生，通过在菲律宾大学的校园传道会的宣教士，成为了重生的基督徒。神使用她，在她邀请我参加主日聚会后，我也认识了基督。从那以后，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关系在他里面成长。在15年前，我的妻子是麻醉师，亲眼见证了适当的营养和人的健康与幸福之间的密切关系。她指出，食物就是药物，这成为点燃她热情追求有机农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的火花，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恢复森林和减少贫穷三者结合，成为我们在2009年创立了绿色地球遗产基金会的动力。透过一份慷慨的捐助，就是在布拉干省圣米格尔市马德雷山脚下的107公顷连绵的土地。我们的根本的使命，就是向我们不幸的同胞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玛莲妮和我致力于追求这些崇高的目标，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例子就是喂养群众，并同时传福音给他们。实际上，我们提供可供食用的健康食物，也为灵魂提供属灵的食物。绿色地球是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诞生的。我因为保守的商业观点和风险管理经验，提醒 Melanie 推迟建立绿色地球，到经济形势变得更加有利的时候再建立。因为我们要把我辛苦赚来的钱储蓄都投到其中发展这个新成立的社区。然而，他觉得主在催促他继续这个特殊的项目，尽管有这些令人生畏的挑战，陌生又恶劣的地形，周围有大量的非法伐木和制作木炭产业，充满敌意的原住民，无法直接获取干净的水电等等问题。然而，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绝不回头看。主带我们到这个偏远、似乎被神遗忘的地方，是有个特定的目的，不只是种植有机水果和蔬菜，更重要的是我们收割灵魂。在过去的13年里，在我们中心的宣教人员的看顾下，还有认识主的志愿者帮助下，我们周间有查经聚会，
每周有主日聚会，到今天我们为本地40多位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其中10位是大学生，包括一位注册会计师，一位财务管理人员。他们以优等的成绩被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认可，3位工商管理专业，在一家著名的跨国公司工作，5位在德拉萨大学学习农业相关的课程。我们也同样很高兴，有一位专业的学者，绿色地球一位农民的孩子，现在是哈佛大学3年级的学生，专注于历史和政治。在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中，我们的生计项目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绿色地球获得了一家大型企业的一笔大额基金，他们要求就是在6年里种300万棵树，因此我们能够给圣米格尔、拉坎和其他邻近省份的120多名贫困居民提供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其中大多数人在疫情期间失去了生计。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主是我们的面包和鱼倍增。在我们短短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为整个社区的人和森林的临时工提供饭食。神的慷慨和供应，在我们国家面临最糟糕的经济和健康危机时完全彰显出来。耶利米哀歌3章22节。很贴切，因为他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没有尽头，每早晨都是新的。神啊，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就个人而言，你们有些人知道我几乎濒死的体验，在2020年2月3月感染了新冠病毒。然而，神的慈爱拯救我，脱离了鬼门关。我能够继续带领我的公司威利斯托尔斯沃森在2020年创下的佳绩，尽管隔离了45天之久，因为新冠肺炎重症，在重症监护室5天，在普通病房14天，居家隔离25天。在73年来经济严重最衰退的时候，我们团队的业务增长了12%。在2021年又增长了7%，因此在过去的2年里，我们没有解雇任何人，没有减薪，没有减少任何福利。事实上，我们破了纪录，甚至去年还聘了大约800位的应届毕业生。所有这些出色的成就，谁应该得到最终的荣誉呢？真的只有神，荣耀他，将荣耀归给他。好的，请继续。他真的配得。为了荣耀神，我们鼓励在公司发展查经小组，有2个小组，一个是枯我俱乐部，意思是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在周四晚上的，还有一个是 TGIF， 意思是感谢神，鼓舞人心的周五。事实上，保罗·德维拉在2周前的周五联合聚会上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分享。今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定期会和业务领导、客户、同事等等分享福音，就是我在新冠中被基督拯救，更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的恩典而得救赎。一次又一次，主清楚地用马太福音6章21节提醒我，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在马太福音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
我已经决定要侍奉神，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都归给我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赞美神，赞美神。我问过他的妻子玛丽莲博士，詹姆士的分享真的是从他们心里发出来的，这是一个榜样。神是怎么使用你，将地上的财宝转变成天上的财宝的榜样？但是视角一定要改变。你们看，他几乎死过两次，我说的对吗？还是三次？两次，他两次几乎都要死。如果你面对死亡，有些事会变得非常真实，现实摆在眼前，因为你知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你。不介意的话，请举起右手，我们一起为 James 夫妇来祷告。主耶稣，我为 James 和 Melin 感谢你，因为他们献上他们的恩赐、他们的资源和才干被你使用，帮助菲律宾的同胞，帮助他人变得更健康，给人学习的机会。愿你兴起更多的像 James、Melin 的人，来扩展你的国度。主啊，我为 James 感谢你，因为他是个好的管理者，他能以身作则，告诉人什么是有效率，什么是好领导，并祝福他所工作的公司，保守他们的谦卑和健康。愿他们总是给你的名带来荣耀尊贵。我要为所有的学生们祷告，让他们继续的跟随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愿神祝福，谢谢。要做智慧的选择。第一，你会选择什么？你想拥有哪种财宝？财宝没有什么不对，我建议我们选择天上的财宝。阿门。第二，视角，你有哪种视角？是以人为中心，以世俗为中心，还是以圣经为中心？我建议学习研读圣经，祷告求神开你的眼睛。最后，你要选择你的主人。我们一起读。圣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圣经不是说这样是很艰难的，圣经不是说侍奉两个主是件困难的事。圣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意思是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各位一起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也许你的神不是金钱，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神，但我们所有人都把什么东西放在神之上。无论你放在神之上的是什么，它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声誉，可能是你的名声，你的声誉，无论是什么，经文说的是钱，无论你的神是什么，只要不是真神，你注定会失望的，它是一个幻梦，因为只有一位神，他是万王之王。因此在这一节之后，你们知道下一节经文是什么吗？神要你们选择正确的主人，真正的神。为什么？因为看看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各位一起读，所以注意，在说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之后，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神是圣经中的神，神说不要忧虑与法上。他说的是停止忧虑，不要再担忧食物、衣服、住处。我知道你们很多菲律宾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在经济方面都有挣扎，但神说要把神放在首位。现在我问问你们，谁是你们的神？如果你把神放首位，结果会是什么？他赐给你一个美好的应许。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了，请诚实地回答我，你们有多少人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
你担心吗？请举手。好的，你很诚实，供应。好的，一起读。所以。注意，你的神不只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各位一起读，天上的父。你们知不知道神是你们天上的父？知不知道？你们看，你不会停止忧虑，除非你相信他，但除非你认识他，否则你不会信靠他。这就是今天的问题，很多基督徒。认识他还未到这样的程度，知道神是他们天上的父。让我用威廉·布莱特的真实事件来结束。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华理克？有人问华理克问题，华理克受教于威廉·布莱特。威廉·布莱特影响了很多人。吉姆·威尔切尔，我妻子，还有我。我们都受到威廉·布莱特的生命的影响，但华里克问威廉·布莱特：“神为什么会这样大大的使用你？神为什么曾这样大大的使用你？你们知道基督校园宣道会今天遍及190个国家吗？基督校园宣道会之前叫 CCC，有超过20000个全职员工，很奇妙的施工。”事实上，他们追踪到超过1.3亿真正认识耶稣的人，是通过这个简单神奇的祷告。而耶稣传被分享到，你有听过耶稣传吗？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有超过30亿人看过耶稣传。而威廉·布莱特博士的这个项目只有600万的预算。它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翻译的第一种外语就是 Tagalog。所以威廉·布莱特是被大大使用的。他们问他说：“你的秘诀是什么？你们想知道答案吗？”他的答案是：“我相信是因为在1951年，我和神签订了协议。你们看，威廉·布莱特和他的妻子与神立约。你们想知道那个协议内容是什么吗？”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宣告，他的主是神。我来给你们读这份协议，这是摘自他授权的自传里的，这就是那协议。我们一起读，一起。从今天起，主啊，我们向你交出并放下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权利和物质财富，都交给你。出于我们意志的行为，凭着信心，我们选择成为你的奴仆，做你想我们做的任何事，去你想我们去的任何地方，说你想我们说的任何话，无论付出什么，我们今后余生都如此行。在你的帮助下，我们不会再寻求人的赞美和掌声。也不追求这个物质世界的财富。1951年，他和他妻子同神签订协议，放下所有的。你们知道吗？在他去世前几年，他获得了一个奖项——邓普顿奖，奖金100万美元。人们问他说：“你是怎么使用这笔钱的？”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那在多年前就决定好了，在1951年，我就将一切都交给主了。所以，当他收到100万，没有任何挣扎，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给主了。威廉·布莱特非常有策略，他不是直接把钱给任何慈善机构，他把钱给到能够栽培门徒的施工，改变人的生命，为了荣耀神。我的朋友们，在你们生命中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根据威廉·布莱特博士的说法，把一切交给主是他们生命中他们夫妻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
你们有没有交出一切？耶稣真是你的主吗？是还是不是？在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我要给你们一个机会。今天你们要作为选择。圣经的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今天你们要选择。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今日就可以选择。你们熟悉这些经文吗？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这也是我现在要你们考虑的。今天就选择你们要侍奉的。是，你们一直在侍奉某些东西，不是钱，就是家庭、事业，但你们要选择谁是你们的主。对于我和我的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很多年前，我和我妻子也做了委身的承诺。我做了个人的委身，神想要我做什么我就做。神想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是我对神的委身，神从未忘记我的承诺。因此，当他呼召我启动 CCF，我说好的。但你们遇见耶稣，你们的主了吗？你们知道他是你们天上的父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做这个选择，将你的一切交给主，神今天说你要做个选择，要有智慧。因为人生短暂，因为当你真的做了这个最重要的决定，你才能保护自己，将一切交给主。如果神已经对你说过了，或者你想重申你的委身，或者这是你第一次做这个决定，我想为你们祷告。在我为你们祷告之前，请站起来，将你的一切交给主，包括家庭、财产以及你所有的一切。你愿意说主，我相信你，请站起来。这是你和主之间的承诺，这是个很重要的委身，交出一切给他。他可能让人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们不相信神，那你为什么要交出一切呢？如果神对你说了，而你说你知道吗？我生命中最好的用途就是真的将一切给他，包括我的财产、我的生意。一旦你有这样的观点，一切都是属于神，那么你怎么使用你的钱，就变成一个属灵的决定。你的奉献是个属灵的决定，因为神拥有所有的一切，是你一切都不属于你。你们现在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将一切给主呢？还有人吗？你们看，如果你们之前这么做过，但今天你们想重新委身，也请站起来，好吗？如果你之前做过，但如果你不能这样做，我尊重你们，因为神知道你们的心。但如果神问你们，你们害怕什么呢？为什么不把你的整个生命委身于我？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你们不相信他。但是这是你们的选择。还有人吗？我这里面有人在挣扎，你坐在位置上挣扎。我应该献上我的全部吗？我应该把一切都交给主吗？还是不应该呢？你们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是你的心和你的生命。你愿意将生命给我吗？一旦你将生命给他，你就将一切都给他了。但如果你没有把生命交给他，你什么也没有给。你是否知道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但他却不是你们的主，这是个矛盾的说法吗？所以不要欺骗自己，认为不用分辨谁是你生命的主，就可以去天堂。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还有人吗？天上的父神，我知道每个人你都看见了，我知道你知道每个人的心。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将他们的一切都献上，也许这只是他们宗教信仰，也许是他们做的一些事不荣耀你，他们害怕。但我为站起来的人，愿意献上一切的人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是奇妙的天父，你应许要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食物、衣服、住处，只要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现在祷告，我们要先求你的国、你的计划和你的意，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的祝福，每一天都经历你的信实。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愿神祝福你们。